改革法案昨天一整天上演了全武行，在昨天晚间甚至发生这民进党立委沈柏阳、郭国文、邱志伟等人爬上了主席台重摔在地，这暴动场面造成至少六名立委送医。民进党召开记者会谴责国会暴力，国民党也回呛指控从早到晚使用暴力的一直都是民进党立委。而在晚间12点，院长韩国瑜宣布院会结束，法案将在下周二再行审议。立法院议场一整天闹不完，在野党推国会改革法案，民进党为了杯葛竟然无法达成共识时，民进党立委沈柏阳直接双脚一蹬爬上人墙，双手撑着前人肩膀，压着一颗颗人头拼命往前爬，连门帘都被扯下，沈柏阳整个人侧身躺平在人群上，失去重心之后摔到主席台上，下一秒头下脚上重摔在地。各党团协商决定之后，场面超失控，椅子也被推倒，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接棒爬上主席台。搏命演出，但停留时间不到3秒钟就被推下主席台，但还有人没学乖，硬是要挤上去。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踩上主席台，以灵巧步伐踏踏踏，4秒后不慎滑倒，比邱志伟停在主席台上的时间还多了1秒。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发出凄惨哀嚎，疑似是阻止绿营抢攻主席台，才会被民进党立委吴秉睿狠狠咬了一口，场面大暴动，现场朝野立委纷纷挂彩，陆续送上救护车。蓝营派出江启臣到院探望，不过受伤委员都已经回到议场，绿营则是派出潘孟安探视。插队打人、打警察、打记者，再打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用任何暴力的手段对付所有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。今天是国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，最荒谬、最残暴。晚间9:30，大批青年学生聚集立法院前抗议，警察开始增派人力，并把侧门围起来，场内场外都一团乱，连北市特勤都到场。这场闹剧究竟要持续几个小时？各界拭目以待。记者钟成良、曹文妮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